这个是膨胀轴啊，控制这个波的一个张紧力的啊，操作非常简单，安装也简单啊，安装就是四个螺丝啊，形态上面四个螺丝安装好的，这个就是控制张力的啊，往这边越紧，这样掉越紧，这个波拉的越紧啊，这边反而相反是越松。不拿得越松，就会像这个东西会用口罩做出来更加平整啊。那我们一台机下面一般标配是五个啊，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啊，都是安装都很简单的啊，都是螺丝固定一下就好了。这边是胶片啊，胶片也是有单独的。电控系统单独自己控制的，插电就可以使用，整个一摞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状，你看一下，一摞有五个啊，五胶片啊，五个啊，中英文啊，可以切换英文，你看一下，切换一下英文里面，好，英文，它是靠这个光电感应这个布。调节这个布的左右的，左右调节左右，这个感应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他说，比方说我把这个布往这边推一下，你看，看一下，别停，对，就是这个布跑起来就容易左右有误差嘛，我就靠这个东西来调节。那我推一下啊，有点斜了啊。这是斜的啊，它自己过去，这边，哎，自动调整，再动，再微调，再动，看它自己在动，自己就会走过去，慢慢的调节啊，再自动调节。好了，平整了啊，走过来了，自己走过来了，看到没？自动啊，全自动的啊，走过来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个布是朝这边吗？我再推一下，啊，我扯一下，啊，故意把它扯歪啊，啊，已经很歪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布已经很歪了啊，自己走，自动调节。啊，有限位状态，有限位状态。好，自动调节。好，自己走。自己走过来了啊。还是靠这个光电的感应。光电感应，推一下。自动调节，自动调节。